主要是你现在没有房子，完你再租个楼，消费有点，你那点工资好像承受不起。你反反对是，我没告诉你，我2600块钱，我600块钱我拿600元，再加上要人情钱啊，我就干脆600块钱出呗。那你要是2000块钱的生活，肯定不够。就是我跟你俩在一起，你让我拿暂时拿工资，我不可能。大妈，你这眼睛是树枝子拉的吗？而且还只划拉了一半，不懂就问，这一条小缝能看清楚人吗？我瞅着跟没睡醒似的。中老年相亲不谈钱就是耍流氓，老头子想让我出生活费是不可能，嫁汉穿衣吃饭，我的钱是留给我儿子的。别看我是受过教育的老党员，只要你娶我就必须得拿钱。咱也不知道大妈哪来的自信啊。阿姨，你好，阿姨，姨，你这上五楼，上五楼啥事没有啊？那啥事没有，你给我都累够呛。你这一天上下楼也得上几趟啊？对呀，我那个早晨起来锻炼，一天早上我4点起来我就走。今天的相亲主角是郑大妈，郑淑苑62岁丧偶，医院护士退休，退休金5000，有房俩儿子一个未婚。郑大妈这条件按说也不错了，只不过还有一个儿子没有结婚，所以还是个负担。我明白了，这大妈是找提款机来了。这边正说和红娘说着她的爱好，不料下一秒竟抹开了眼泪。我永远忘不了，那也是挺多年了，是不是？有6、7年了。没，我一跟这里唠嗑，我就想想，这眼泪就止不住，控制不住。我们俩就感情可好了，就是真的招人想，可招人想。就是没了之后啊，那几年呢，我就像精神病似的。就这几年还行的，那几年根本都走不出去。到医院就给我领到他们的值班室，完了那个他就说：“郑姐，他说我跟你俩说实话，他说这个我姐夫这个肝这个地方长一个不光滑的东西，我怀疑是挺不好的。他说我建议你做一个 B 超，做一个那个 CT。完了我说做 CT 也行，到那嘎达一做，那个 CT， 做 CT， 完了那个那啥玩意儿呢？完了人家那个啥就。”就说了，你这就是癌症指定的。上医院待了5、6天，人就没了。丈夫因为经常饮酒过度，最终撒手人寰了，一生挚爱半路丢下自己走了。现在的老头老太太嘴里没一句实话，有离婚8天就开始再找的，有相濡以沫大半辈子死了又找的。既然像你所说的感情这么深，这都奔70的人了还找啥？郑大妈说儿子不想让他老了没伴，就鼓励他重拾心情再度寻爱。哈哈，听了之后我老想笑了，这怕不是想让老娘卖身给他娶媳妇？我就主要是看眼缘，就是至于你工资吧，就是都是次要，就别的条件都是次要的。第一个人品好，你那个这两个人嘛，就是半路夫妻的，这不属于，就是主要是你那个得互相的理解，互相爱护，互相那个有啥事啥的都那个担待。你得对我好，因为啥呢？你得理解我，就是啥事吧都得互相商量，因为咱俩是后走在一起的嘛。就是孩子，就是你孩子，就是我孩子，我孩子就是你孩子，对方身体也得好啊，主要身体也得好。大妈讲话，她想找个三好男人，能把她当成宝贝宠的那种，说白了就是想找个人养着她。红娘也看出来她是啥人了，但没办法，谁让咱干这一行呢？人家既然来找你，就得给人配对。叔叔来了，也不出门，上哪去？出去散散步，不太爱走，不愿意走道。嗯，就在家闷着呀。对，看电视。魏信将70岁丧偶，淀粉厂退休，工资2.6个千，无房产无负担。咱就说这都古稀之年了，咋混的连套房产都没有啊？你也没儿子娶媳妇买楼这问题。要说这魏大爷就是一典型的老宅男，没事在家看看电视，石头下屋子。那块儿都那是一个压面机吗？这是那压面条的。压面条在上面，那是我做拉皮用的旋子。啊，还会做拉皮呢？啊，我看那边还有那个木薯淀粉。哎，对对对，就搁那个。哎呀，这大爷没事搁家竟研究吃了。大爷讲话了，他拉皮条手艺一流，退休后的这10几年都是靠卖拉皮补贴生活。说着就要和红娘展示一下，为的就是让红娘在大妈面前美言几句。在这算不算是在这块学人家？学人手艺呢？这是公开秘密的。那几年可不行，就是那个锅贴店卖那阵儿，那可不行，我独一份儿啊。这就要开始。炫子啊，多年没用了，它得用发粘粘。
不能烫着啊，这锅边儿。你这玩意儿，这就在手手软了，你这就算成了吗？嗯。要说这魏大爷也是苦命的人，经历了两段婚姻都没能善终，原配妻子被火车撞倒身亡，也是他们结婚的第三年，当时闺女才一岁半，二婚老伴患上尿毒症，最后不治身亡。两位妻子的接连离世，给大爷的心理造成了不小的打击。他28那年，我们俩结婚3年，我们小孩才18个月，他没看着，他应该是没着，他打个伞。我觉得那天也怪，那雨才大呢，大伞低头走，没听着呗。后边来车，风大，雨大，没听着火车，撞的，就刮的，给他刮倒了。他没身上没有伤，就脑勺，后脑勺磕地上。一年以后，他们别人给我介绍这第二任妻子，没啥条件，我说你对我还好就行，其他无所谓事儿。他是心肺衰竭，然后尿毒症。哎呀，我去听着真玄乎，这大爷纯纯天煞孤星的命，典型的科技狂魔一个呀。跟他在一起的女人都没有啥好下场。本来对婚姻都产生恐惧的魏大爷，在看了我们的节目后，心里又逐渐燃起了对婚姻生活的向往。找一个他最起码的，他不在这个钱上打主意的，别性格。我估计问题不大，我也不惹他了，有点女人味儿。说女人味儿啥呀？不就我也有吗？他要是搁这住也行，回国店也行。对方有房子呢？可以啊，他要是同意我上那去也行啊。他只要心善就行了啊，心善一点。估计是对自个没自信，所以才把那2000多工资看得那么紧，现在就想找个温柔体贴不嫌弃他的女人。七七实在想不明白，你就这些钱自己吃喝花用了不香吗？再找个老伴人家肯定是来和你一起花这些钱的。既然你想再吃这爱情的苦，那好，就等着咱的护士大妈来整治你吧。叔叔，哎，下来接我们来了。先给两位介绍一下啊，这位叫魏信江，魏叔叔，然后这位叫郑淑媛。大哥你好。你好。对他印象挺好的，他这人吧，好像是不能有啥脾气，因为瞅着也行，有眼缘，就是我瞅着不烦人。还行吧，反正就是，瞅着样好像挺闷的，不是活鬼。我这个外貌吧，不算太高。俩人演员上都差不多，咱就说都是大火烧竹林，一片老光棍了，还要啥颜值长相啊？又不止这生大胖小子了。接着俩人坐下后，就先唠起身体情况。大妈不愧是搞医学的，立马职业病附体。身体咋样？最近身体？身体一般，我说咱不能说，贼好，一般。腰疼了，腿疼了，反正这个事儿的。血压140、130，少的反正比例好一点，有的不少就穿了，又要回去的有不少。是有、哎、离婚的吧，那两个人必定都有责任，都有原因，要没问题能离婚吗？就是中间有个孩子，就是有时候孩子一穿了啥的，我的想法反正就还是找一个死头的，因为跟你俩能有私心私意的走过后半生。等等，这俩唠着唠着，咋还开始攻击离婚人士了？人家离异的是抛你家祖坟了，还是把你家房子烧了？你俩都是克老伴的命，还看不起人家离婚呢？刚交流了5分钟，大妈这边就发现问题了。瞅他说话，反正就是有点气管不好，有点费劲。我就觉得给我一个印象，就是给我一个感觉，就像上不来气儿似的，我也就跟他那这啥那啥的，就像这丫子像堵的似的，不咋回事，就像压气似的。叔叔平时挺抽烟挺重的，是吧？挺重，就这5块钱一盒，1天2盒。一天两盒。我从早上2点钟、3点钟醒了就开始抽，一直到晚11点。他说话有点呢哈。你看听着吧。真的不是那么太通畅。哎，对。怪不得那魏大爷一天抽2盒烟，别说嗓子有问题了，估计这肺也烂得差不多了。出去做饭、吃饭、睡觉、洗澡的时候，你剩下的时间不是在点烟，就是在吸烟。这大夏天的高温40度，你都不嫌热吗？一回一根的。再者说，就你这抽法，不出2年也得把自己送走。
他这气管因为岁数大了嘛，比我大了好几岁嘛，另外你这气管一年比一年严重，指定的他不能，就是得病容易去病难的，他不可能去病。我睡觉还睡得晚，醒得早，还打呼噜，这我得说明白了，打啥程度我不知道，反正他们别人说的，搁这个房间到那房间能听着。打呼噜人都有毛病。大爷属实没有眼力见啊，人家大妈要求了三好，其中一条就是要身体好。正之以你的身体不好时，你又搁这添油加醋的说，咱也不知道你是弱智还是故意的。不过下面又开始为自己洗白了。对吧？说句实在话，嗯，好磕巴。嗯，为啥说好磕巴呢？最起码来讲，你不有俩屋吗？你不可能一个屋吗？三代屋呗，不一样吗？要睡觉前上那屋不一样吗？这得这么说，能改善。我告诉你，再说要有个老伴儿吧，能改善。我得这么说，抽烟也能改善，是睡眠也能改善，啥都能改善。大爷讲话了，虽然自己有毛病，但是自己能改。毕竟都70岁了，也不好找了，能有个人来给他见面，已经不容易了，别给人家再吓跑了。经过大爷的一番积极表态后，大妈对大爷的态度也有所改观，接着就问起本场最重要的问题，也是中老年相亲避不过去的话题。你那个退休月开多少钱？我呀、嗯，我开5000多。哎呦，医院开一多、嗯，我跟俩差一半儿。嗯，对不对，差一半儿。主要是你现在没有房子，完你再租个楼，消费有点，那点工资好像承受不了。你反对是。就是说，现在咱们这年龄段要找，这是我个人想法啊，就是一个伴儿。要在钱上，做文章，谁都有999，就这2000多块钱够咱俩吃，就搁四平这个水平也够。爸妈觉得男方这些钱不够俩人生活，大爷的意思是，既然要过一家人，就必须俩人一块付出。不管是金钱上还是劳动上，不过郑大妈可不是这样想的，人家再婚找老伴就是为了穿衣吃饭来的，他的钱你就不要惦记了，大爷。我没告诉你，我2600块钱，我600块钱，我拿600元，大家也人情钱啊，我就干脆600块钱出呗。那你要是2000块钱的生活，肯定不够。就是我跟你俩在一起，你让我拿暂时拿工资，我不可能拿。我没有你拿工资。是，我就跟你俩说，就是暂时我现在不行，因为孩子。就是才拿出来首付，拿完首付完了，自个儿过年还想买个车，嗯，买车完了那个你结婚，你必定结婚，你不还得给那姑娘点钱吗？咋的，我得紧一年二年的，我现在那啥，就是孩子结完婚以后我就好了。听见梅大爷想指望这老太太出钱，肯定是不可能了，别说让他跟你合伙出生活费了，大妈还想着让你帮他儿子凑彩礼钱呢。一看红娘给介绍个穷逼，那卷毛头拧的跟头倔驴似的，对大爷都没有一个好脸，最后直接不想和大爷交流了，叫停了这场相亲。就是我现在有个想法，我不想往下说了，我不想往下说了。你啥想法？我就是到此为止。没事，你正常。不想说了，工资我有点太低一点了，完还租房子，不让他不租还行，还勉强，他还租房子，租房一个月多少钱呢？太紧巴了，2000块钱。咱也没那个义务，我也没那个钱，就这么事。他要能同意就算，不同意拉倒，我没办法。谁说不是？那大爷都70了，难道还想让男方一把岁数，为了给你儿子挣彩礼钱出去打工吗？估计这老太太家里面没镜子，不然撒泡尿照照自己吧，大妈。别说大爷接受不了了，看着俺们旁观者也是气不打一处来呀，赶紧回去洗洗睡吧。老逼灯子白活62年了，啥也不是，赶紧滚犊子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更新到这，别忘给七七点个关注和小爱心哦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啊。